大家好，我是美聯物業的 Louis， 今天跟大家介紹的單位位於剛德道，它叫惠豪閣，咁二座高層 A 單位啦。咁呢個單位嘅特色係乜嘢？可塑性極高，咁加上仲有一個海景，可以俾大家望一望海景先。首先俾大家望一望飯廳同埋客廳，咁佢嘅設計咧就客飯分明啦，同埋有一個對流窗。廚房方面，我哋可以見到非常之寬敞，而洗手間係一個明澈嘅設計啦。接住嚟咧，我哋就睇一個睡房同埋主人房，而主人房個景觀咧，我哋係可以望到一個中環的海景和一個中環的景。如果有興趣，歡迎預約參觀，我叫 Louis。